这碗肉圆不只是肉圆，它淋上了汤汁，还加上配料，有肉皮、皮包蛋，还有麻辣烫，不可少的灵魂。因为麻辣锅就最经典就是要加油条，它的灵魂人物。一碗美食吃的是肉圆，也是麻辣烫。这个是我们的干贝肉圆，这是我们的麻辣肉圆。这是麻辣的。肉圆热腾腾上桌，小孩怕辣，有其他不辣的口味。成人爱吃辣辣的，这麻辣烫肉圆一次满足两个愿望。我想要吃火锅，我嘛不可能去吃肉丸。我想要吃肉丸，我嘛不可能吃火锅，因为是综合的。哎，综合。一概盖棺。有没有很像说在吃麻辣锅的感觉？有，哇，好棒！一种肉圆，两种满足这样。彰化肉圆很有名，传统肉圆之外，业者创新口味。这家老字号有80多年的历史，1940年开店至今传到第四代。麻辣烫汤头最重要，这一锅用了9种以上的中药材，包括花椒、八角、青花椒、大红袍等等，特调香香辣辣的口味，淋在肉圆的碗里，顾客整碗端起来喝。创新口味从传统出发，店家从包肉圆开始都是自己来，肉圆馅料饱满，绞肉、香菇、笋子，这是基本功。酱料是精华所在，业者说配方不能透露太多，但是不添加红色素，有2种主要成分。加了中药，但是那个中药不能讲，主要的是花生还有米香。老板从岳父手上学到了家传手艺，把传统肉圆结合自己的口味喜好，开创新口味。其实我本身很爱吃麻辣锅，那本身肉圆是我的专长嘛，我就只会做肉圆，那我想要把肉圆然后创新，所以我就研发出这个麻辣肉。麻辣烫有大辣小辣，麻辣肉圆也可以用肉圆酱调和，降低辣度维持口感，给爱吃辣又不能太辣的顾客，一碗肉圆满足2种口腹之欲。 TVBS 新闻陈志忠、陈淑贤、吴淑萍彰化报道。